要去的地方是彰化加日月潭的组合，一起出发吧 ，Check it out！第一站来到河掌村，没有什么关系的河掌吃茶食事处，是不是超有日本氛围？来试试看它的五菜单料理 ，Go！一直很想来这间有着京都风格的日式庭园无菜单料理餐厅。来到这里，果然有秒置身日本度假的氛围。吃了将近一个半小时，分量非常足够，在餐点上面也还蛮细致的，口味也蛮特别的，基本上这个价位来讲，我觉得超值得推荐哦。鹿酒庄，这里就是五条隧道，那这边是免门票的。你先看一下，等一下我弄一个东西。是冬天，对，是夏天，哦。这是春天微甜的，哦。四条都是不同，因为它温度不同，它颜色会不同。刚才庄主跟我们介绍，采收的季节是大概四月底到五月的时候，这里会非常的多人，这上面都会结了葡萄的果子，但是因为现在不是季节。蛮值得来的，刚刚试喝的葡萄酒真的还不错，冰淇淋也好吃，蛮用心在经营这个庄园的，免费提供给大家参观，所以路过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哦。买了两瓶。这一站我们来到了核心清唱基地。核心清创基地保留日治时期派出所宿舍群的建筑，现在变身成老屋与艺术文化结合的文创基地。走上二楼空桥，还能欣赏百年历史瓮墙和屋顶瓦。虽然地方不大，还是值得来这里走一走，感受不一样的文艺气息。是这里，以乐以乐民宿是一个老宅民宿，可是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艺术馆。欢迎光临，请进。门一打开，里面超漂亮，好舒服哦。鹿港老街古迹保存区。我们在民宿稍事休息，便出来在民宿附近的鹿港老街走走。这是半边景，有一半在外面，另外一半在里面。那一半坐在外面是可以分享给邻居一起用，这是非常有敦亲睦邻的美德。晚餐我们在鹿港老街附近的夜市买了一些彰化有名的小吃，外带回民宿舒服享用。Good night。早餐是跟早餐店合作的。九曲巷呢，为什么它要做这样弯弯曲曲的？因为彰化有九降风，以前的人故意把巷子做这样弯弯曲曲的，就可以挡风。这是九曲巷的来源，然后这里被保留。
九曲巷巷道迂回曲折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奇妙的空间感，很值得走一遭哦。逛完九曲巷古厝，穿越回现代，前往日月潭喽。来到日月潭，搭游船绝对是重点行程。二号码头找橘色背心，坐船喽。日月潭，我们是二号码头。好，船票收好，每张都很漂亮，来介绍。我的座位来了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日月潭的入。一面听船长有趣的导览解说，一面欣赏日月潭风光。因为距离得我了哈，明年可以来。这一站比较有名的就是耶稣堂，走一起看看。上来没有几个阶梯，很美。这就是夫妻树，原本是两棵树变成一棵树。这边都是买，这边等于是奉献教会。啊，好可爱哦，都很可爱。这三种三杯三个就好，还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信奉耶稣吗？耶稣好可爱哦。这个景超级美的，听过吗？玄光码头，传说中的阿嬷茶叶蛋，还有情人果冰棒，一定要试试看哦，好吃的。可以走走这里的步道。看到那边是寒碧楼，还有那个最金碧辉煌，一碗要价30000元的。成员景观旅店，欢迎光临。哇，这里超大的，我们先来看这边两张超大的床，很夸张，是这里竟然有 walk-in 的衣橱。哎，隔间过来就是一个客厅，太舒服了。你看这边看风景是不是很酷，太享受了。一大道街的小吃不能错过，来买吧。什么东西？对，鸡翅饭我要。红绿鲜奶茶加珍珠。去到义达少老街买了很多的小吃，我们都觉得一定要吃的是这个黑猪肉香肠，超好吃，还有很特别的鸡翅包饭。其实不是有很多鸡肉的味道，但它是一个很好吃的饭团。另外想要分享，很多摊位都有卖这样子的烤串，它会有一点点的干。烤马吉一直都是我的最爱，它还是一样很好吃。烤马，我还买了小米甜甜圈，好 Q 哦，好 Q 哦，特别 Q。小米的甜点果然是好吃。宵夜 party， 吃泡芙喽。很香，红茶味非常明显，很浓郁，赞。嗨，大家好 ，Good morning。在成员饭店住宿的另外一个卖点就是湖景早餐。早餐用餐区是设在7楼，所以7楼可以看到整个很美的日月潭风景，享用丰富的早餐。我们选了室外的座位，所以整个景色毫无死角，享受美丽的日月潭早餐。啊，看到缆车了。
车停车要100元。第三天我们要坐缆车，从小到大坐缆车真的不计其数，但是每次要坐缆车都还是很兴奋很痛。耶，缆车啊，风景好看。赵妈还不知道什么是水晶电车，啊、这就是水晶电车，好漂亮、哦，好多缆车。我们现在在九族文化村，九族文化村是一个意外的行程，因为今天搭缆车送九族文化村的票，所以我们就进来走一走喽。今天久违的赵妈开了碰碰车，耶、yeah, ！怎么样？好玩吗？不错，好玩，好玩。也好久没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对。陈皮二，洛神二，陈皮一二。有点微甜呢、欸，好喝，真的好喝。虽然是酸菜鱼，但是它是一种酸鲜的感觉，鱼肉又很 Q 弹，又有麻辣锅的爽度，味道又更丰富，可以吃到所有食材原本的鲜味。汤真的超级鲜美，觉得蛮厉害，真的很好吃。结账完了。1409，吃饱喝足了就要结束我们三天两夜的行程喽。婆婆拜拜。谢谢你们带我出来玩。